三，何永雄再提一米零啊，也是我们今日来建议，也若无我哩，我都一直反悔。上来的你也是功劳者，从你高官一提拔，奖金钱的百里输油，奖金箱这是你处。年年的到底有无什么大事啊？既然阿爸那是老李骨节气皮，无力之处，你应皮吗？兄弟给我一一笔雄关，请我出眼阿莫西呀！要行啦，唔行，甲我担相思。哎呀，诉我你心中无怨的喜悦，叫人安尼死，退出，来个往前呢。